主料：小嫩白菜100克，豆腐150克，火腿肠一根。辅料：盐、醋、葱花、姜。鸡精少量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小嫩白菜洗净，用手撕成小块，将豆腐切成块，肥腿张斜切成块，用油起锅，爆香葱姜，加入火腿肠翻炒几分钟，然后掉入白菜炒至变软，再掉入豆腐，加入少量水，加入盐，炖两分钟，然后淋入少量醋、鸡精，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腌白菜少许会出水，不用放太多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